中间这一块还有血丝呢，嗯，它这个戚风熟特别美味。今天早上的这个空气是真好啊，微风吹起来非常的舒服，窗户也打开了透透风，给车里面的湿气除一除，也是开着咱四千元的小房车出发了，离开这边的县城了，走到这个大山里面来了，真好啊，看看这环境，哦呀呀，我就喜欢在大山里面开着车去自驾旅行啊。这段时间的天气是真好，一直都是阴天，搞不好今天还会下点雨呢，下点雨舒服。顺着这条道路一直走的话，会遇到一个码头，那边好像可以钓鱼哎。出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钓鱼，去那地方看看怎么样啊。看到了好多的蜻蜓啊，今天这个雨我估计应该下得蛮大的吧，前面好像是一个镇子啊，等会看看能不能买一点这个菜之类的，找一个能躲雨的地方做做饭。看看左边这个亭子就不错，适合搭帐篷。道路的左边是一个菜市场，来的有点迟了，找个地方停车怪费劲的，一直停到了这个河边来了啊。打开车门，哎呀，凉快，全是年纪大的啊，就没有我这样的小伙子跟小姑娘出来赶集的。这是擦什么的？这个风湿啊，颈椎病啊。颈椎病。哎，对，风湿病、颈椎病，还有啊，关节炎啊，关节炎、磨牙炎啊，都可以。你说我这个手这里，手右边手这里这个抬起来有点痛，对。肌，可能那肌腱有点问题啊，那就擦这里就可以了。擦这里是吧？对啊，好快呀。那管用吗？管用的，管用的，你给我擦一下试一下呗，我看看。可以，可以用这种。可以用这种。你这种是纯草药的。纯草药的。对，我们。像我手抬起来痛，它就擦这个能管。能管用的。能管用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。这个是这种啊，这种是大瓶，这种是小瓶。小瓶。人叫金菇。啊。这是纯草药做的，我们是大药厂生产的，我是代理商的。这怎么卖的呀？哦，这个是200块。哦，那么贵啊！我们在网上公司的是卖原价300多的，我们是代理的少那么多。那小瓶的呢？小瓶是15块的。15块是吧？对对对，可以的。哦，我拿个小瓶的试一试吧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要小瓶好了、人家才要大瓶的。对，那整一瓶有微信吗？啊？有微信没有？有啊，我整一瓶。嗯，可以的。手臂这一块有可能是以前睡帐篷睡多了，有这个风湿病啥的，然后现在才展示出来。咱大瓶的是200块，我就没买，买个小瓶的试一试啊、哦。15块钱也不算很贵。这就到这个菜场里面来了，看看买点啥肉呢？这怎么卖的？这个14给你的。14。啊，14。这个呢？肉的话都挺贵的，然后这边有卖这个烧鸭的，刚好外面下了点雨啊、哦，咱买点这个烧鸭得了。这怎么卖的？这个21一斤。21。你要多少都得。多少都得。就是切断的，这样一段一段卖的。啊、哦。可以要半只，也可以要半只的一半，或者要一小节都得。这个爪还开一下。不开了，就这样子。给我来一半吧。花了27块钱，买了差不多1斤多，感觉呢比买肉划算呢。今天开车的话就喝不了啤酒了，只能说是买一点饮料啊。这边刚好有，咱整一点。兄弟们，搞完啊，
鸭子加上水，开着到露营地的话就能吃饭了。看看这小狗多漂亮哦，这都是土狗啊。哦，有四个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土斑呢？土斑啊，这多少钱一条啊？180。180。嗯。哦呀，这么贵呢。嗯。哦。接着出发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露营地啊。要是能在这个河边找到一个就好了。到地方了，果然真是个码头呢，有好多的车都开到船上面来了。沿那边的话已经开始运了，运到对面的啊。我估计小汽车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，这一块也是停了好多的车，有个小亭子。嗯，这坐一次得多少钱呢？我都想感受一下啊。你还有坐小板凳呢啊。看这一块水的话也算是比较干净啊，都可以看到这底下那边还有一个快沉的船。你看那边都出发了，有三轮车比较多啊，都运过去了啊。这人挺多的。雁江渡口啊，值班亭禁止10吨的以上车辆通行。那我的车肯定没有10吨啊，看这直接就能开上去了。哦，要出发了。哎，它不需要收起来，它直接就是靠在这一个斜角度。我停车的地方的话还是一个斜角啊，睡觉的话都不舒服啊，所以现在不挪车的话也不行了。这边的话还有卖水的，晚上渴了来这边买一瓶的话也比较方便啊，顺着这条道路走到前面那一块就可以了。兄弟们啊，看看咱的车技还可以吧，一次到位啊，就停在这个树的旁边，车的这个窗户都大开的，还能遮阳，还能看这个风景，哇，绝了，真好啊。这地方真的是环境好，空气好，鸟儿的叫声就在这个头顶叽叽喳喳的。开吃啊，哇，还是热乎的，看一看，哇，来一口。嗯，哇，这也太香了。嗯，哇，一口下去真是有。嗯，大口吃肉就是爽。哎呀，水喷出来了，可能油太多了。啊，太爽了。嗯，哎，嗯，这还有这个鸭舌，嗯，要辣一点就香了。啊，嗯，嗯啊，哇，是我喜欢的口味，非常的有嚼劲，主要冻化了就不好吃了。嗯嗯，哎，嗯，它这还有点汤汁啊，应该是让我浇上去的。嗯，汤汁咸咸的，浇一点上去。哦，全散了，不太好整。嗯，浇了汤汁之后更有味道。嗯，看这一大块。嗯，嗯，这边买熟食比买这个生肉划算多了。啊。
你再站两日窗。哎呀，不会行。哎呀，哦，太舒服了。还有鸭爪，嗯，啊，嗯，啊，嗯。嗯，沾一点这汤汁，嗯，很香，嗯，啊，瘦肉也非常的多，嗯，哎。非常的有嚼劲，啊，都是肉生猛的很。